今次咧又讲下 A 酸或者维他命 A 嘅即系美容产品。维他命 A 酸咧喺医学上咧系有好多用途嘅，除咗话搽嘅暗疮膏系 A 酸之外咧，咁其实而家啲 A 酸咧部分嘅湿疹可以用啦，牛皮癣可以用啦，甚至乎咧某啲嘅皮肤肿瘤咧都有用。美容嘅维他命嘅话咧就唔系讲到呢啲嘢啦。美容产品里面用嘅维他命 A 咧都系得嗰几种嘅。首先大家要了解嘅咧，就係一啲好基本嘅維他命 A 嘅知識先。咁維他命 A 呢個咁嘅物質咧，就即係佢入咗我哋嘅身體嘅細胞嗰度咧，佢咧就直接滲透入我哋細胞嘅裏頭嘅，到細胞核即係最深層嗰度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咧黐住一啲受體啊，一啲 receptor， 跟住咧就產生佢嘅作用嘅。維他命 A 咧喺細胞嘅層面嘅作用咧，佢就會協調一啲嘅細胞嗰個生长啊，细胞个发展啊，同埋细胞最终个老化死亡，佢都有个角色喺度嘅。而啲维他命 A 所以抗衰老咧，主要就影响咗皮肤咧，就表面嗰啲细胞，令到佢嗰个新陈代谢咧就更加好。咁亦都促进咧细胞制造呢个胶原蛋白啊。咁胶原蛋白咧就系 keep 住我哋啲皮肤即系有嗰个厚度啊，咁啊软熟度嘅物质啊嘛。佢亦都有啲作用咧，就帮助皮肤里面嗰啲微细血管嘅生长咧，咁令到皮肤咧就有足够嘅养分，咁啊等皮肤咧就更加有嗰个厚度啊，咁啊冇咁容易老化咧，就减低皱纹。佢亦都有啲促进咧，就令到嗰啲色素减低咁。简单讲咧，即系都系美白去皱咁嘅功能。维他命 A 咧就有好多种嘅模式啦，咁系四个 step 嘅啫。咁大家可以睇睇呢个图啊。嗱，最初嘅形式咧就叫做 retinol ester 啦。咁因为 retinol ester 咧，跟住咧就会转化成呢个 retinol。咁 retinol 咧，跟住咧就再下一步咧就转化成为 retinaldehyde。最终咧就会变成呢个 retinoic acid。retinoic acid 咧就系其实我哋一般成日讲就 A 酸 ，A 酸其实就系指呢个 retinoic acid 啊。呢四种嘅化学物质里面咧，就以最后一种 retinoic acid 咧，即系 A 酸咧，抗衰老嘅作用咧就最大。啲产品里面咧，多数咧就系前三种嚟嘅，即系可以系 retinoic ester 啦、retinol 啦，或者咧 retinaldehyde。搽咗落去嘅时候咧，入到皮肤嗰度咧，佢就需要咧喺个皮肤嗰种转化成 retinoic acid。黐落我哋細胞核裡面嗰個受體嗰度產生嗰啲抗衰老作用嘅。話如果你嗰個轉化嘅過程越直接嘅話咧，應該咧嗰個效果咧就最好。retinol ester 咁樣咯，佢又要轉一二三步跟住先轉到 retinol ester 喎，咁應該咧呢個就比較弱少少啦。呢個化學反應咧就第三個產品咧，即係佢 retinaldehyde。retinaldehyde 咧轉成 retinol ester 咧，只係得一步啫。理論上咧就係佢產生作用比較快，咁啊應該就比較強。啲美容產品裏面經常揾到嘅呢三隻嘅維他命 A 咧，全部咧效果都唔係好強嘅啫。比較有明顯啲嘅抗衰老效果咧，就主要咧就係 retinaldehyde。坊間咧都有唔少人咧就講話，你就應該要一步步嚟嘅，即係話你初步咧第一步用呢個 A 酸咧，咁你一定由 retinol 開始用，跟住咧先進階去到用 retinaldehyde 咁樣。咁你話係咪有乜必要咧？我睇就～其實就冇乜特別咁嘅必要，咁你話唔係喎，個 sales 話俾我知，啊呢啲 A 酸嘅產品咧好刺激嘅喎，咁啊最好就唔好一下子咧就用啲咁強嘅話嘅產品。的確係咧維他命 A 嘅產品咧產生皮膚刺激嘅反應，包括話紅啊、刺痛啊，或者咧就即係甩皮啊，咁甚至有啲犀利啲咧，搽完之後咧有啲光敏反應嘅，光敏反應即係話搽完之後咧就搽就冇嘢。喺屋企冇嘢，跟住咧就即系出街嘅时候，有阳光一照嘅时候咧，先至开始有红啊嗰啲咁嘅反应出嚟。但系咧就护肤品里面嘅维他命 A 咧，全部咧都系比较温和一啲啊，可以咁讲系比较弱一啲，佢先卖得出街嘅啫。强一啲嗰啲咧，稍微强嗰啲，全部都要医生处方噶。除非你真系皮肤咧零舍敏感，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其实咧你就即系就咁用 retinaldehyde 咧，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啊。如果你认真担心嘅话，
咧，咁你都可以就用一啲潤膚產品咧，就有一定嘅 SPF 防曬成分啦，可以減低到維他命 A 產品引起嘅皮膚乾燥啊、甩皮嘅問題。咁而防曬個成分咧，就可以減低到光敏反應。好審慎嘅話咧，你初頭用嘅時候咪哦唔好晚晚用咯，即係可能隔晚用啊咁樣，咁啊即係比較穩陣一啲。大家咧應該可以試下各種產品，睇下邊種咧就適合自己同埋效果好。提到一樣嘢咧，就係話雖然我頭先講咧選擇用一啲嘅護膚產品含有維他命 A 嘅話，有一個 retinality 就會係好一啲嘅。咁有啲產品咧都有唔同 percent 嘅 retinality 嘅喎，呢樣嘢係咪真係好重要咧？係咪一定話啊即係高啲就好啲啊？呢樣嘢咧真係冇咁簡單。皮膚科裡面咧就有一個concept 咧，即係嗰個化學主要成分或者個藥物個主要成分咧，咁當然重要啦。個 formulation 咧，即係究竟佢係一啲 cream 啊，究竟係一啲 lotion 啊、gel 啊，點樣將一啲嘅 active ingredient 將一啲主要嘅成分咧，就溶解成為一個產品俾你去查咧，都係好重要嘅。即使個 percentage 係高，但係個 formulation 咧就唔好嘅話咧，咁就會令到嗰個產品咧就唔夠穩定啦。即係話咧，可能你都未查到落去，都未落到細胞咧，佢已經degrade 咗啦，佢已經咧變成一啲即係冇作用嘅嘢啦。咁或者咧，佢好容易咧就即係個過程裏面一見光死啊！即係一見光咧，佢就就又係分解成為一啲即係冇乜效果嘅嘢啦。所以咧，大家就唔好太執著話呢隻夠強啊幾多個 percent 咁樣，而係咧就要試過咧，究竟嗰隻咧就你試咗個效果，自己接唔接受到先至係最重要嘅。好，今日講到呢度先啦。咁大家咧，如果對呢啲影片有咩意見嘅，歡迎就留言話俾我哋知。未訂閱嘅朋友咧，記住咧，而家就快快脆脆咧撳翻個訂閱掣，咁你繼續咧就會收到我哋最新嘅醫療資訊噶啦。多謝大家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